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宗亲自主持分行开幕剪彩活动，正式宣告台北富邦银行新隆分行重新开幕。进入新隆分行，映入眼帘的是整洁明亮的营业空间与舒适宽敞的理财专区，未来将继续为在地民众提供最专业、最便捷的理财服务。新隆分行已经在这边经营17年了，超过17年。那这边主要是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文教区，这附近好多学校，还有一些公家机关，所以我们是搭配这边的客户的属性，我们对客户的一些个人的理财啊、投资啊这些建议，都是以比较稳健啊，那甚至比较保守的方式来跟客户做推荐。台北富邦银行新一代分行空间设计新颖，并搭配科技化数位服务区，让客户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而白金理财专区更秉持专业服务精神，用笑容面对客户，展现最佳形象。为了庆祝新隆分行全新开幕，即日起还有许多限量独家好礼，民众可要把握机会。我们有这个财神的便条贴，那如果成为我们的理财会员的话，不管是我们一般的个人会员或是我们的白金的会员，我们都有一些小赠品来赠送给我们的客人。台北富邦银行近来持续对分行进行空间活化，升级服务品质，强化软硬体设备，创新思维和长远的经营规划，让北富银成为金融界的领头羊，也让客户感受最优质、最热情的服务品质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王胜兴采访报道。